咁多得寶啊！正啊！依、這個正喎、啊，呢、這個。好香調喎、啊。有兩個豬柳，其實呢個唔係豬柳，即係同香港豬柳唔同。哇！你唔係要吃餅？唔係啊！我諗緊要邪惡嘅 bacon and egg。定係 Mighty 麥麥粉咧，以前食糕超好味。呢個係回憶中嘅味道。開箱我嘅 Mighty 麥麥粉，整散咗噶。但係佢咧其實係幾特別噶，你見咧佢有兩塊煙肉，有嚿蛋，同埋有嚿漢堡，係好好味㗎。Double 豬柳蛋。見到啊？好條細只咁嘅，嚇，不嬲都咁上下噶啦。豬肉腩睇得去邊？俾我印象中嘅澳洲包細只咗咯。我想講咧，大部分嘅澳洲嘅麥當勞咧，都有依啲上滑梯放小朋友玩嘅地方咯。依啲係細個要俾$20入冒險樂園先入到嘅地方，但係澳洲係大部分麥當勞都有，同埋免費任玩。咁我哋啱啱已經嚟到呢個 Dream World 啦。今日係禮拜五嘅，而家係11:08左右啦。就眼睇咧，人流就唔多嘅。不過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咧，我而家就眼望落咧，全部設施我都好似唔夠膽玩。跟住水嗰邊應該係冇開，就算有開都唔會依個季節玩嘅，因為真係好凍。所以我哋入到去就睇下我有冇嘢可以玩啦。哎，到啦 ，Dream World。Double due to schedule 明天就保養啊。今日未聽。今日有啲咩？最近啲都怕，不要玩那些东西。而家紅色定緊呢個，我呢個 ，Oh my god！ 我係玩咗呢啲先咯，呢啲。我唔知道玩唔玩到喎。呢個好驚啊！我記得。好恐怖啊！呢個驚啊！呢個。太晒咯！好怖好怖好怖！又亂曬啊！佢紙尿片就俾佢搞彎啦！哇！但係呢個真係好恐怖啊！嚇？呢個真係恐怖啊！呢個喂，掂唔到我，我同你講咗驚啊！大佬，二佬，呢個應該係我。三佬，Welcome to Thailand， 包包，系咪豆包啊？一佢俾手手，真定假？我覺得係假嘅。應該假，每個一樣嘅。
豆包晒太阳。有啊，呢度呢度呢度。我而家我仲有一只啊。我 miss 住你哋。好大只。So cute。系，因为琴晚咁啱睇啲老虎。琴晚发感动嚟睇下。我第一次咁近咯。惊啊！呢啲我呢个 feel 惊。好笑啊！流口水啊！我真系第一次咁近。我吞老虎水。哦，突然间流口水。哇！喺老虎嗰度出嚟之后。又嚟到一个小朋友的区域，本来应该是有火车搭的，但是今天是没有开的。終於成功玩了一個了，但是不成功拎部 Pocket 2上去影的，咁所以看看有冇想睇啦。唔該曬，想唔想？Thank you。寶寶寶寶寶寶，我都係未俾錢嘅喎。呢度有一間 coffee shop， 他們其實還好咯，其實真的還好咯，有點像豆包就吃是喔、這個是應該是有住好的，是在這裡啊，見不見到啊，那裡呢，那女生被我越吃了，有沒有多少錢都吃了，他們加了一點，這些是去動物園呢，有沒有司機這樣，喂我錄低了，好靈敏架車，入啊！車手，車手，哇哇哇哇哇！呢、這個九十度彎，喂，超速喂，有咩？廿五啊！噹噹啊！噹噹噶，咁個嘴冇啊！噹噹啊！噹噹啊！
啲喂。唔好啊！噔噔，召唤神，系啊！老水摸大人唔敢摸啊！系咁样咯。Hello。我依家真咬，其實好驚佢一下咬落嚟。唔係啊，佢個喺個眼，佢隻眼咧好友善㗎。邊個 friend？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，或者想看更多关于澳洲的 vlog 的话，欢迎 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兄弟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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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